我記得大約六七歲嗰陣時咧，咁就爸爸有錢喎，可以去買樓啦。咁就去到一個樓盤嗰度，見到一群嘅建築模型啊，我會自己想像自己可以縮細咗喺裏邊嗰個感覺咯。嗰個記憶咧係好記得，所以可能咁樣就促使我會喺呢個方向做我嘅職業咯。Hello，我系 Maggie 啦，咁啊叫陈维基，咁啊我系嚟自香港嘅，咁我嘅职业咧叫做微缩模型工作者，咁亦都有人叫我哋做岁月工程师嘅。微缩模型咧，咁其实就源于大约系18世纪啦，咁就系源于德国嘅，最初只系教小朋友或者教啲女嘅小朋友咧，点样去。做家务，咁就会有一啲嘅厨房啊，嗰啲嘅形式嘅嘢咧，就教佢哋嘅。除咗香港啦、日本啊，周围新加坡啊、马来西亚咧，都会有微缩模型。台湾都有。咁其实咧，我哋通常咧都会系用啲实物啦，咁就将佢縮細成1:12或以上嘅，即系可能去到1:87嘅，咁啊做成一个真实。咁嘅模型咯，咁你哋影相埋去都唔觉得佢系假嘅，咁我哋就觉得咁又叫做成功或者系得到一个认同感咯。通常我哋咧一个展览嘅模型啦，譬如即系可能我哋一个双塔式嘅公屋咧，我哋需要3至4个月先完成到嘅。买一个一盒嘅模型翻嚟已经系切割好，你冚好喷就。OK 啦，但系我哋咧系要由零开始啦，咁就一定要系搜集资料啦，按翻自己想做嘅比例咧，做翻出嚟嘅，咁需要嘅时间咧都要3至4个月嘅。之前咧我系做会计嘅，最终我系拣咗微缩模型系我嘅职业咧，就系因为当时系有个病嘅，咁就做咗一个全身麻醉嘅手术啦。咁當我好翻嗰陣時，我就諗都係應該揀一個自己中意嘅職業去做啦。咁所以就揀咗微縮模型啦。全職去做微縮模型咧，真係少之又少嘅，可能得我同 Tony 嘅啫。咁就其餘嘅咧都係業餘性質啦，可能自己有個正職啦，咁就業餘會做呢樣嘢咯。其實喺香港做微縮模型全職咧係好艱難咯，因為租金啦，咁我哋自己嘅生活費啦，其實都好昂貴咯。喺微缩模型呢一个范畴里边咧，咁就女性系比较多嘅，女性嘅导师亦都系比较多嘅，咁就男士就真系少嘅。男士咧，佢哋做一啲情景嘅模型多啲嘅，即系可能高达啊嗰啲咁嘅模型会多啲嘅。微缩模型就系女士多啲啦，学生方面亦都系女士多嘅。要做好多好多嘅手球嘅，咁其实摆喺边度咧？摆喺一啲神我秀哋啊，自己接嘅 project 都系做翻微缩模型嗰个精致度，我哋先会接咯。如果你接一张单咧，譬如最近嘅一张单就我哋系做紧黄大仙100周年啦，咁系有局限嘅，因为佢个题目已经局限咗你嘅。咁我哋发挥嘅嘢咧就喺作品里边嘅小节位咯。反而如果我哋自由咁去创作一样嘢，就可以凭空想象或者唔跟现实都得咯。我哋做亲嘅展览，通常都系做紧香港情怀嘅嘢啦。但系其实咧，我哋上年咧都有做个 project 咧，唔系做复古嘢嘅，亦都唔系做一啲怀旧嘢嘅，就系刘德华先生嘅《拆弹专家二》啦。咁我哋就做咗5个佢戏里边嘅模型咯。咁但可惜就香港冇展到，就去咗北京做呢样嘢，系我嘅兴趣咯，就一生嘅兴趣。